你只么在伊许多对做啊伊哩做哎，真多做，跟那烂呢，伊做做啊，伊那都都烂呢做只，那么那么冷多做，阿明你么在么在，但来做不不拢多是阿查里先多么阿哩做也真，嘛是多做，把只多做呢，真的来做只，那么那么冷，喏，把它给了啥，把阿么特别了点嘛就，伊做喏点嘛就，稳定定点嘛就嘛多买样个哎，做伊达特别冷，那喏阿拉国家烂呢，喏真嘛不如不哩真对做啊，是稳。定安念嘛就，我们现在做教改嘛，在平山教会读做，那各个领队做啊，就如菩萨，伊在做啊，八万那八十八双安念嘛就。哎，做你的老爸都这样啊，来做啊，八十八叔都做不打给人啊，十六人。哎，这家里不用的屋里花，那各个领队做啊，没阿姑吧，我们现在装爱做啊，八十八叔啊，只有爱见都做十六人念嘛就。哎，这么在许多，伊里做来做啊，没爱做转那诺，叫了嘛的嘛冷诺呀。这走路不努，爹妈就要喂啊，稳定定对做乌托巴呀，一擦鼻都生生安。老阿努，木家古家，嘛不如屋里见对做八万念嘛就。啥都做，伊嘛在平山教会都做，个个领导做啊，古巴嘛些，一种一做八十十六几年嘛就。他一来到我们教会，就看见我们那个车子不行了，完全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完全不行了，很烂。好，那透过他的关系，啊，我们才有现在的这个文件上的这个福音车。那这段时间我们也期待了这件事情，终于。所以看见我们的需要，好，我们的中服员有一个好的车子，把他们拿接收的路门，啊，至少不会在下雨的时候，我们还要穿雨衣自己来这边了哈。只要随时有需要，我们都可以开车去接送你们。哎，这家里嘛，嘛冷啊，嘛里做，嘛连对做，伊嘛在阿扎里县，现在阿嘛在家店嘛就，啥哩嘛拿了袜子对做，八万。我们现在在做古巴，把准对做嘛嘛在里做，阿就是阿达格兰，现在阿伊呢嘛个领导西湖伊里木，我们是阿伊在做是紧紧呀嘛就阿八叔。怎么样透过交通车的一个运载，能够让他们每一天到文件站来，除了能够运动，能够传承文化。教授文化、学习文化之余，他们也能够在这边得到一个很好的健康照护。啥什么那家了嘛了嘛了啊，马路娃对住啊那，格么零啥？侬在为哩？侬忘记咱们那什么旧街呀？侬忘记咱们都得了什么旧街？加了一种一种，你爸爸让咱哎呀点么就？第一就不让把姐姐论。